在让我看看你们的柔道练得怎么样了，有没有退步。杨丽菁，要出列。是。选一个练习对象。郑仁宗可以吗？都可以。嗯，撩妹。他不好，换一个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挑谁都可以吗？你一定要跟他比吗？对。好，林阿妹，用出列。是。敬礼，开始。开始。为求生存，任何方式都是正当的。你们以后应该多跟林阿妹学习。